他前面时间比较敏感，他当时他前面当时那个，他说他你看这是气管，你看两只气管在这左右两只都拼起来，气管就完全被压到后面去了，在中间峡谷，一般峡谷差不多6公分就明显增厚了，你看他可能有一点几公分，两侧大结节，把整个甲状腺全部压到后面去了，然后你看这个其他结节，这个是中前面的都比较大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术前的 CT 就看得更清楚了。CT 呢一般不作为甲状腺结节的诊断首选，但是用来看它颈部的这个结构，是气管受压呀，有没有淋巴结转移是最好的。就你看这个，你看从上往下，这个是气管对吧，黑乎乎的，甲状腺马上出来了。甲状腺这两叶到中间峡部，你看，这是右叶的甲状腺明显就大了，对吧？把这结节就压到后面去了。但是还好，它这个地方是胸骨入口，对吧？两侧锁骨加一个胸骨。胸骨入口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甲状腺组织了，对吧？就没，如果一旦胸骨入口里面有甲状腺组织，那就胸骨和甲状腺肿了，这个时候做外科手术难度就大了，要把胸劈开。那他这个没有，这个还比较好。啊，这个是十三位的，十三位的，这个是脊柱，然后这是气管、甲状腺，对吧？明显肿大了，而且一直肿大，它的下级应该就是到锁骨上，对吧？位置在这儿。气管明显有点向后压了，对吧？然后看还有其他位置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看你们冠状位啊，这是冠状位，冠状位看，看那个位置，看不起来，冠状位只能看到右侧甲状腺面大，但是你现在还没到胸骨入口，正好到锁骨这个地方。就当时你就给他做了微波消融，一会儿我们有视频还在看，这个微波消融术后你看这是气管。这两侧的甲状腺结节，但是做的是右侧，应该是这一侧吧，应该是这一侧，可能不太清楚。但是做完术后以后，大家看这里面几乎没有血流了。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一个实心组织被烫萎缩掉了，另外一个血流被烫掉了，它慢慢就萎缩了。这种方法呢，一般主要用来治疗实心结节。但是呢，实心结节其实通过热消融呢，它是有效性不如囊实心的或者存囊性。存囊性的人效果很好，做完一个月。就3.9公分就只有0.5公分了，但如果纯实心的，那这个一年以后4.9公分恐怕还要有1.9公分，现在完全做没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变小，气管不再受压，吞咽没有什么障碍，基本就达到我们治疗目的，所以这个叫 moving 小点，叫移动消融，它的原理呢就是一根针先插到这个平面，插到这个最下面去，把这块消融掉，然后换一下，然后再不断的换方向，大家懂这个意思，是立体的，所以这个就。难度呢就在于如何你在超声上找到这个针，并且把这个针首先引导到这个结节的最下方，把这条线消融掉，然后再换一下，再一下，这就是它的所有的技术核心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针在超声引导下，你看这个针在已经插到这儿了，这是最难的一块，因为好多大夫咱们又是那个大夫，他操作少，往往对这个超声不太熟悉。你看通到了这个位置以后，你看通电消融以后，它慢慢的组织气化。气管就会变白，这条线就消掉了，然后到这个地方可以停电，然后你看再重新再进针，再到这个条线上，对吧？那基本上你通过这种原理一层一层，实际上你很难保证100%把你们所有组织都消融掉，但是呢，不需要把所有组织都消融掉，因为当你如果想把每个地方做掉的时候，你消融就会过度，过度我就会碳化。那个当你把这个组织碳化以后，一个呢这个组织不容易吸收了，第二个呢这个碳化的组织容易导致热量传播产生障碍。你把它烤黑了以后，你这个针放在这儿，它热量向外传播的越来越慢，因为碳化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使组织达到变性，但是并没有碳化，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技术。所以在这里面，针一般来讲，针到达这个部位可以停留几秒钟，然后呢缓慢的拖动这个针向后走，这条线基本消融干净。但你看，不管从什么地方消融，这个地方老是进针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消融时间相对短。你不然每次到这个地方退停一下，他都在停下，这个地方肯定消融时间最长。所以在这过程中呢。做的时候呢，慢慢就有体会。总之呢，这样子就这个平面就慢慢消掉了。